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第十至第十一节，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决不徒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所以你看到在旧约里面又好，新约又好，神千方百计将最重要的秘密是隐藏了，但他亦会提一些基本的做法。这个基本的做法就是你凭着信心去做，咬牙切齿去做，咬着牙根去做的时候，你里面会考虑到最终极的善良的心，会不会行在良心的方向，你会不会祝福人。就好像你会说，你要分给七人或者分给八人，见不见？这个是讲紧一个乜嘢嘅心态，一个会众嘅心态啊，定系一个祭司嘅心态？一个祭司嘅心态，除咗为你自己考虑，你需唔需要为人考虑啊？需要。但喺个过程当中蚀底嘅，咁呢度就讲啦。喺呢个过程当中，你冇办法睇到将来嘅出路，你冇办法睇到将来系咪有百倍嘅祝福。但问题呢啲唔系你担心嘅，因为无论系点咧，全部系行万事之神嘅作为嚟嘅。你是没有办法去知道的。而事实上有些东西是你没有办法知道的原因，是神特登在你这个时段不给你知道的。因为这个时段给你知道的时候，你就会丧失了那个呢被神考验的机会。当神考验你的时候，他才会给到祝福你。就好像神考验阿伯拉罕，如果阿伯拉罕错失了这个机会的话，那神给不给他祝福他？神给不到祝福他的，按着神的公义。所以变咗喺个过程当中，咪有呢一种嘅矛盾咯。既系神要俾呢啲考验你，但系又要你喺考验当中考得好，咁所以变咗佢唔能够俾到太多提示你，佢只能够俾个方向你。喺个过程当中咧，原来系磨练你有一个平民百姓嘅心咧，一个会众嘅心，变成一个祭司嘅心。而喺个过程当中咧，普遍嘅平民百姓啊、会众啊呢啲嘅心咧。其实普遍是没有一个祭司的心，没有一个祭司的心肠。但是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当他见到这个困苦，他自己面对困苦，身边人一起面对困苦，那你就选择究竟只是你一个人逃出这个困境，还是你带着整班人一起逃出困境。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私的自己一个人逃出困境，你会得到你的好处的，会的，因为这个就是会众被动得到祝福嘛。但是问题，如果你愿意带着一群羊咁样一齐去逃出呢个困境咧，好似摩西咁样咧，咁你就会成为一个祭司，主动去祝福人嘅呢一种嘅恩膏就会出现。到时你完咗件事之后咧，唔单止你能够解决问题，你发觉有足够嘅恩膏去带领呢班人嘅原因咧，系因为你能够帮佢哋解决问题。你会唔单止医到自己，你医到佢哋，你唔单止自己听到神嘅声音，你能够为着佢哋听到神嘅时代声音。知道呢一间教会嘅走势同埋动向，明唔明我讲紧啲乜嘢？而事实上咧，个祝福越大，即系由个人群体变成国际群体嘅，你嘅磨练就更大。你既然系想配得你能够成为一个国际先知，咁你就一定要面对国际级嘅逼迫同埋迫害啦。喺个过程当中，唔系磨练你打不死嘅精神咁简单啊，喺个过程当中系磨练你配唔配得呢种嘅荣誉啊嘛，系咪？所以变咗，你睇到喺双氧水事件当中引发咗4794咧，我哋讲嘅信息系俾全世界嘅。但系问题，我哋受个逼迫唔系个人咁简单，唔系一个小小嘅社区群体，系国际性嘅逼迫迫害，系咪？所以变咗，你会睇到喺个过程当中，而家你明唔明白啊？首先就原来每一种嘅种子都要有对称嘅心态，而呢啲嘅种子想种大嘅话咧，即系个人同埋群体嘅咧，同埋国际性咧，呢啲嘅恩膏咧，都要有。对称翻嘅心态先至得嘅，但系问题，既然因为要有对称嘅心态咧，咁其中一项咧就系你真系要凭信心行啦。你系神唔会讲晒俾你听背后系点样嘅，咁你先至凭一个最单纯嘅心，一个完全冇任何呢啲嘅私心，先至能够神将君王级数嘅恩膏会俾你啦，吓将冠冕级数嘅恩膏会俾你啦。所以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一至六节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。一个嘅例子个案咧，俾你去理解啊，就话原来神系咁做事嘅，理解咗咧，明明系神将个答案讲出嚟噶，将嗰种嘅线索讲出嚟噶啦，但系问题亦有嗰种嘅矛盾就系佢唔能够讲晒俾你听，因为如果嗰样嘢只系考验你够唔够聪明，你做嘢够唔够利落嘅话咧，
佢可以讲晒俾你，甚至嗰样嘢净系考验你嘅成就嘅话咧，咁佢讲咧又唔清楚得咁清楚添，因为最主要你做到个成就出嚟啊嘛。但系问题神点在乎你嘅成就啫？神宇宙都创咗出嚟啊，佢在乎你搞间公司咩？搞好自己嘅家庭咩？佢唔在乎呢个成就，佢最在乎就系你嘅心田。喺个过程当中，我嚟到神嘅面，最尾我哋系带住我哋份良心啊，定系带住我哋份黑心咧？系咪？咁神就以嗰个去审判我哋嘅，就系我哋呢个空牌上面究竟有几多个宝石咧？咁而事实上，有啲人一生当中连半粒宝石都冇，但系有啲人咧攞到一粒咧就已经系牙文牙武啦，佢根本唔受得其他嘅呢啲嘅虚荣啦。所以变咗，你会睇到而家你就明白点解有人系完全话经历唔到神迹，经历到神嘅应许，亦有人点解经历神嘅应许系咁片面。但系问题而家你就明白点解喺石安嘅教导底，我哋系咁全面经历神，咁全面嘅恩膏，咁全面嘅神迹，并且系咁全面嘅带领同埋咁全面嘅印证呢？原因呢就系嚟自我哋嘅心境，我哋嘅心态。而喺个过程当中呢，我哋有冇讲究我哋嘅心呢？喺经历修正同埋检讨嘅时候呢，不断由一个平信徒或者一个会众去变成一个祭司，甚至大祭司啦。以赛亚书第55章第10至第11节，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徒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在世上活着，甚愿侍奉，为你奉承。纵经过试探，人有挫折，每天跨胜。我甘信靠你，爱你带领，决心要背弃世界人圈，要真意敬拜，愿我去声称颂你名。踏上属天，侍奉历程，存着诚恳，身心响应。我心里满载浩瀚情意，融化了冷冰。尽意尽心，尽力尽性，无伪情真，显出忠敬。期望献上献不活祭，献出光阴，一生奔跑。荒废路径。